据说现在在台中，到底看到什么车，你可以下去跟他大小声，看到什么车，把车门立刻锁紧，真的、哦，安全帽戴起来。对，有一些车哦，啊，那哪是哦，像看很哎哦，嗯，因为呢，其实我们讲哦，有几种人你惹不得啦。第一个当然就是道上的兄弟，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这种特殊的团体组织。哦，不见得说这一块全部都是兄弟，你讲话很不得罪人哎、欸，都是团体组织，不见得都是他们全兄弟来包哈，不见得啦，这不见得是帮派一来做这件事。那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应该讲说这种所谓的地方角头，或者是这种有钱有势的，我们称为地方恶霸哦，这个也是很凶悍的哦，他借狼都是兵凶心性得霸呀，对不对？惹不得。好，网络呢，网友、哦、有整理出这一份名单，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份名单哦。他第一个呢是写到 BMW 七系列，七系列当然就是他的旗舰车款了、啊。这个在以前真的是很多的这种黑道大哥、有钱有势人第一首选，还远远胜过于宾士哦。嗯。可是哦，这几年哦，因为七系列哦实在是发展的问题，还有大家对休旅车比较重视。为什么你知道？休旅车里面人高马大，东西可以放比较多。嗯。所以用车比比较有实力。他被X6。渐渐被 BMW 的另外一款车 X6 取代哦，好，所以看到 BMW 的七跟 X6 对，相看边哎，有多远走多远。而且啊，买七系列其实兄弟不见得都是那么有钱哦，真的我兄弟嘛，我兄查啦，没有赚到那么多的。刚刚讲的那个玛莎拉蒂，我认识几个，真的还真的都是开海神。那他为什么会这么受到这种年轻人热血方刚这种要放马达在车上的人所偏爱？第一个，他高贵不贵。他如果说要拼性能的话，他跟这个牛马蛙还可以尬上一下，他有三百多匹。可是他的新车价才四五百，然后他的二手车价两百上下。所以我们这个同学啊，他这个打人出事的这个同学，他其实花一百八、一百六就可以买到五年车左右。然后你再买贷款，哎，那是 OK 的哦，看起来。你讲的都太客气，我们到底看到什么车就是先闪到旁边啊，集结三大款。我跟你讲，唯一不用闪就计程车，你看计程车可以招手，其他都闪。哎，上次那我还上路吗？我上次在三重看到一台黑色Camry， 就下车是警官掏枪，王金平随护，对不对？所以只有黄色车，不要随便按喇叭，可以随便按喇叭。唯一黄色车还有公车哦，就这两台了，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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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回到正题哦，最下面这个反而是大家要注意的，这个是 Toyota 的 Alpha 跟这个 Lexus 的 LM。这个我才是现在最近这几年我看到黑道弟兄最喜欢用的。阿法不是董事长的爱车吗？对，他里面两张那个好像头等舱的座椅，真的大哥在里面瞧事情，哪怕是要教训小弟，来来来，你给来，都在里面，车门关起来就开会了。如果是我补充一下啦，整个白色的就是我们哦社会在做的，黑的都是政治人物，就这么简单，好不好？你说阿法、哦、就这样子就这样。还有 Toyota 这一台、哦、他们两个是算兄弟车、啊、一个是五百多万。为什么兄弟反而开白车？就我那讲话啦，拢讲我卖讲别人好啦。啊，今嘛大家同事拢开阿法，我嘛买只阿法，无买只爱啥个咱个类似似的。讲阿无白甲乌个甲水，讲哦白吼高调水，讲阿无我买白，无咱政治人物拢爱穿乌，人即嘛白拢遐滴。我讲我负责。所以以前兄弟不是都开五 BMW 五系列最多有没有？真的最近哦，这几年来讲被这个取代，所以你看到这个要离远一点。啊，你不是说？他们那些有钱人或兄弟有一个撞到人的 SOP， 有这个是有发生。我自己这个朋友他儿子哦，他这个建商后来他有投资这个钱庄啊，或者是这个当店啊一些连锁，那他的这个富就是算富二代哈、哦，这个在当店有时候有一次收进来一台这个超跑，结果呢收进来之后他也要去试试车啊，他跑一跑，结果在一个弯道的时候完了。从一个有一个女孩子逆向哦，就骑到对面去，正好她在这个盲弯她看不到，直接棒一个就撞出去，哇，撞下去这个女孩子飞出去以后掉到地上，是瘫软在那边的，她没有马上下车，因为爸爸有教过，如果这些哦富爸爸呢发现自己儿子哦不是那么的很争气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不会在他名下留任何的财产，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他真的有被教过，他没有立刻下车，他花了大概十秒、二十秒时间在观察到底路口有没有监视器。哦，而且他下车看了那个女生以后，都是尽量去背对那个十字路口的镜头，最后是蹲在路边打电话求救，叫警察。该做的一定要做。好，我现在讲的
冲、拖、泡、盖、送五字要诀。冲是冲什么？媒体马上就知道了，新闻大肆的报道，所以你要去冲撞言论。拖是什么？该脱产的去脱产，该脱时间的脱时间。因为你今天如果案发后的脱产都没效了。对啦，那其实还有爸爸你的家属部分，但是家属的部分，爸爸的同辈长辈不要出面哦，他们都有讲长辈不要出面，最好是让哥哥或是这个弟弟啊，或是姐姐出来讲。如果像这个没有罹难的，他以后伤残呢，他的后遗症呢，他没这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工作，在医院里面的吃喝拉撒睡要看护，所有的钱那一条一条的都要跟律师讨论清楚，然后呢拟一份什么和解书。然后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离在里面，那你也想想，这个小孩子可能将来五年、十年后工作啊，时不时就头痛，就没办法上班，那怎么办？所以黑棋理不清的一个问题哦，但是把它写好、写满。冲、拖、泡，泡是什么？拟了这么多的那一张所谓的和解书呢，到时候打官司要用的，那这一条一条的，到最后都会变成泡泡，不见得会实现啊。因为打完官司以后，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回事了。盖就是这一段时间大家就尽量低调再低调，让事情沉淀下来，媒体忘记这件事情以后，自己低调的做事，先躲一段时间，甚至到外地去做。最后呢送事情都解决完了，心惊马后鬼狼都送起来。